看你自己站这么小，快点啦，你的肩膀宽度啊，不能站到自己一直这样，那你的肩膀宽度里面。好了，停，我们休息两分钟，喝水，待会我们练习，快点来。可以吧？可以，不用怕了，不用怕，练点很准，这里比较侧身的很准，腰很正，腰很正，前头在腰在之上。那你问，认真做，不要看我。拳头在心窝的地方，拳头拿高，对，很棒哦。要冷静，要要。打拳放轻松，把自己放轻松。对，对，伸展运动之后做伸展运动就可以了。对，先放轻松。小杜要认真啊，不认真回家补回来啊。小柴有来攻击，我用力。哦，是油是油。要正面，要转正，要转正。